正义刑警英勇卧底。陈永强是静心的高层社员，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现在人间蒸发，我想你混进粮仓铺里去调查这条信，却陷入错综复杂的情感难题。他现在把我当好朋友，我反而瞒着他在调查着。他不是你的朋友，他是你的调查对象。一个警察不会那么关心调查对象呢。你喜欢上他？一场情理法的爱恋纠葛，究竟是真心还是假意？收下留情，就在静阳戏剧台。